哇，这球出棒，看到一个外野的飞球，这虚退有办法接住吗？哇，开着球上去了，这是一支 home run。在六局啊，结果陈子豪还是展现了他的这个长打威力啊，所以又轰了。嗯，这场比赛再轰啊，本季中信兄弟连续三场球都有全垒打的出现。那如果以跨季来说的话，就连续七场比赛有全垒打出现，这没有失头哎、欸。哇，这个位置这么低的，硬生被陈子豪这样捞起来啊，还是被捞到了哈、啊。嗯，那就是陈子豪，这个 power 就是有这个这么惊人的一个力量。嗯。好，所以也恭喜陈子豪敲出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台神 Sisters。中信兄弟官方 YouTube 频道，你订阅了吗？还有中信兄弟官方 Twitch 频道，今年有我们女孩全新的专属节目哦 ，PS 的100种魅力。